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大肠包脑和牛油拌面。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吃这个，都说很好吃。我是一个只说实话的人，今天就让我来尝一尝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吃。里面真的是脑子，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脑子的味道，但是吃起来味道还可以。我觉得它这个大肠的皮做的挺嫩的，然后如果喜欢吃猪脑的人的话肯定会觉得好吃，因为它里面的猪脑一点都不腥。不喜欢吃猪脑的配上我这个鲜美的酱应该也会觉得不错，就比如说我。反正比羊捆肠好吃多了，我都吃完一整个了，你们肯定知道还可以的吧。拌面。这个是四川牛油火锅拌面，它非常辣，跟火鸡面是那种不同的辣。哇、哦、鼻涕都拉出来了。给你们看这牛肉上面的辣椒，我现在迫不及待想把这些给我的朋友们尝一尝，先挂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咖喱芝士焗饭，还有炸鸡。好久没吃焗饭了，好烫。最近都没有吃饭，突然感觉饭真好吃。每一勺都有满满的咖喱和芝士，我在这个炸鸡上面加了火鸡面蛋黄酱，味道应该会不错。蛋黄酱的味道中和了辣味，这块肯定好吃。他刚刚是偷吃了吗？哇，这个酱真的巨好吃。太香了。好了，我吃饱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披萨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火的披萨，就是这家，我特意点了两种口味，尝尝看味道怎么样。这个是牛肉的，芝
芝士牛肉。哇，真的很好吃。它这个里面料真的很足，不知道这个芝士边里有没有料。哦，芝士边里有料呀，我本来是不爱吃芝士边的，但是有料了不一样。它真的料超足，这个送过来要10公里，1个小时。虽然芝士还是热的，但没有那么拉丝了。哇，真的好好吃！这个披萨边里还有芝士，料也太足了吧！尝尝，揉揉揉揉。这是榴莲芝士。感觉料挺足，哇！它这个芝士的奶香超足，榴莲还是热的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牛肉的。牛肉是真好吃，这才叫披萨吗？今天这披萨吃的有点没见过世面了，但是真的巨好吃，榴莲味也超好吃，好开心啊！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十一，饿了就吃麻酱拌面。我还准备了这个辣酱蟹，每一个都裹满了辣酱，哇，辣酱都滴下来了。哎呦我靠！哇，它生腌的味道跟果冻一样。好了，好辣，这个是生腌对吧？对，好吃吗？这比那种味道好吃。来口拌面解解辣，我感觉嘴巴现在麻麻的。拌面真的很好吃，你们看每一根面上都裹满了麻酱，真的超级爽。哇，真的巨好吃。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爱吃面，这一份面3点还是被我炫完了。
最后一根。嗯，拿个大的吧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蟹肉。哇，加上上面的酱汁，超香的。其实我是海鲜过敏，大家应该也知道，但是我实在太馋了，刚刚吃了一个，实在不能吃第二个了，我现在就得去吃个过敏药。拜拜，家人们。